敏涛来说哦，三组表演怎么感觉？我最喜欢的是槟榔，哦耶！我觉得整体性强，但是应该可以更好。嗯，三组我看完了以后，我先第一组从林森树开始啊，小东，就是你的身体状态里面哈，要再靠近他们四个一点点，因为舞风上就你的神态还有点中规中矩，我不说是老套吧，就是还是还有点以前那种风格的东西，就你的神态控制上你再调一调就好了。好，轻松一些，再轻松一点点，轻松一些，认真有余、嗯、这个认真，你的认真和小五一个毛病啊，小五也是，小五也太认真了、太认真了、还有小天，小天也认真了，小天是用力过猛，小天是用力过猛，小天是用力过猛，用力过猛啊、我认为牙买加还比较不错，我觉得唯独要调一下刘维的小眼神哈，因为你的眼神已经有很标签了，再给我点新的东西。我记住了，24小时还有提升的空间，好吧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